原标题：匈奴来袭，战士却快饿死，获取病，丢掉皇帝赐我的肉。晋歼敌七万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，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少年名将。他18岁出道即巅峰，他仅用数年时间便创造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功绩。他一生中斩杀匈奴11万，其中包括10位匈奴名王，创下了开河西之地封狼居胥的惊天伟业。然而一直以来，史学家对霍去病的人品是有所诟病的。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，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和皇后卫子夫的外甥，自幼生长于宫廷之中，备受依附汉武帝的宠爱，是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。在外打仗时，霍去病总会携带数十运输车，里面装满了汉武帝赐予的肥肉与精米，还配备皇家御厨，让他即使在野外也能吃到汉帝的美食。如果吃不完，就将上好的肉和粮食丢在地上。而与之相对的，他手下的汉军官兵却处于饥饿难耐的状态，而他的行为与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卫青、李广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对此，史学大家吕思勉更是毫不客气地评价霍去病不过是一员庸将，霍去病九泉雕像。然而在笔者看来，司马迁对霍去病的描述或许有他的主观偏见。在史书的撰写中，他一直对卫青、霍去病这对生就有偏见，而对与卫霍二人有矛盾的李广、李敢、李陵这三代名将充满了同情。因此在描写霍去病时，司马迁有意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曲解。展开全文，实际上霍去病绝非那种只知享受不懂同甘共苦的高光子弟。公元前121年，19岁的霍去病独自率兵进攻河西，发动了著名的河西之战。他一路横冲猛打，一直打到今天酒泉附近。在休息时，霍去病发现了一条泉水，其水甚甜，于是霍去病将汉武帝御赐的酒倒进了泉水，让三军将士共饮此酒，而这也是酒泉氏得名的缘由之一。由此可见，霍去病绝非不懂体恤士卒之人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在漠北之战时，汉武帝让霍去病和卫青分别带领5万骑兵攻击匈奴，而将士们都愿选择与霍去病一同出战。若霍去病只懂虐待士卒，试问谁会愿意跟随他？因此在笔者看来，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记述有误。通过对史料的分析，笔者认为霍去病之所以丢掉皇帝御赐的肥肉和粮食，其实是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。与匈奴交战，可怕的敌人并不是匈奴强悍的铁骑，而是广袤无边、寒冷干燥、缺粮缺水的漠北戈壁。叛军进入漠北，必须要承担极大的后勤负担，而漫长拖沓的后勤只会拖累军队的前进。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匈奴人，叛军必须比他们更快。若要快，就必须甩开自己的辎重队伍，直接取食于敌。根据史记卫青霍去病传记载，霍去病面对的敌人是匈奴右贤王的主力，敌军多达10余万人。而霍去病舍弃了以倾国之力准备的物资，为了做表率，霍去病很显然会丢掉汉武帝为自己准备了数十车美食。虽然可惜，但相比于难以捕捉的匈奴主力，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。就这样，霍去病和他的部下忍着饥渴奔袭2000余里，以迅雷之势包抄了右贤王的大军。汉军一路穷追猛打，捕捉敌军的牛粮为食，虽行疏远而粮不绝。由此可见，霍去病丢掉辎重的冒险行为是非常明智的。此举不仅解决了汉军的后勤问题，同时还大大提振了汉军的士气。
符合兵法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原则。为了解决食物问题，饥饿的汉军会更加勇猛。此外，此举还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。孙子兵法有云，智将勿食于敌，食敌一中，当无二十中。霍去病虽然不怎么读书，但仍自己领悟了用兵之妙，不愧为少年天才。漠北之战中，霍去病斩首74000余级，捕获2700人，擒获国王3人，将军、相国、当户都尉83人。他封狼居胥山，单于孤岩，获得了史诗般的胜利。作为百蛮之长的匈奴被霍去病一战打残。然而霍去病取食于敌的战术也付出了代价。为了阻止汉军前进，匈奴人故意在水中和牛羊中下毒，导致霍去病损失了大约15000人马。而霍去病也在不久后病逝，年仅22岁。而很多人相信霍去病是因食用有毒牛羊肉而死。斯人虽已逝，但霍去病的英姿却永留我们心中。他匈奴未灭和以家为的英雄豪气必然会在中华永远流传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